大家收睇多伦多电视嘅风水101节目，我系主持人 Rainbow 陈咏红。咁我哋今日有嘅特别嘉宾咧，就系加拿大风水大师吴子明师傅。吴子明师傅你好啊！你好 Rainbow 又见面啦。咁有啲人咧就揾多过一个风水专家去研究啦，咁即系可能有请一个，又要听多几多个咁样。咁其实啱唔啱嘅咧？咁样？好严格嚟讲就唔系几妥，因为咧。每一个师傅有自己见解啦，同埋观察嘅角度可能唔同，有啲有学问，有啲冇学问。如果你同时揾几个翻嚟，一个讲东，一个讲西，一个讲南，讲北，咁啊讲完之后拗晒头，唔知边个啱，边个唔啱。所以最紧要咧，揾咩都好啦，先要调查一下呢个师傅嘅背景有冇料到，得唔得，同埋睇下佢做过嘢成唔成功，先至好揾。咁如果揾啱一个好嘅，真系有呢个缘嘅，就唔好转嚟转去咯。我觉得。多谢大家收睇多伦多电视嘅风水101节目。好多谢啊 Rainbow，多谢大家。